位守护正义，各位支持王宏威的好朋友，大家好！好！各位现场所有的乡亲士大，各位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好！感谢这么多支持王宏威的朋友来到这替王宏威加油，王宏威非常的感动，王宏威在这要向所有的好朋友说一声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大家都知道这次的选举王宏威可以说是临危受命，在短短的三十几天里面，王宏威是跟时间赛跑的人，但是在这段时间，王宏威知道王宏威并不孤独，因为有你们，大家说对不对？对！非常感谢今天在现场包含朱主席、万安市长、马总统，还有这么多的立委，还有这么多的我的议员的同仁，在这段时间里面陪我一起扫街，一起拜票。但是我更感谢的是我们党内非常多的同志，他们是主动的，不畏最近的寒冷，也不畏最近的风雨，主动的帮我站路口扫市场。因为有你们，我们看到在这次选举里面国民党的团结，大家说对不对？对，这是最可贵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场正义之战，大家说对不对？对。各位好朋友，明天1月8号，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场台北市长的延长赛，这也是一场2024的前哨战。在去年的11月26号，在我们团结一致之下，我们把蒋万安送入了台北市政府，我们让蒋万安能够拼台北市的未来，我们要让蒋万安没有后顾之忧。所以这一次在北松山中山区，我们让蒋万安的本命区能够成功的让蒋万安交棒，王宏威接棒，好不好？好。我们明天让蒋万安能到完全的胜利，好不好？好。各位好朋友，明天1月8号也是一场2024的前哨战，我的对手吴怡农先生，他绝对不是一个人的武林。大家可以看到最近包含他们的现任主席陈其迈主席或者是赖清德都相继的帮吴怡农站台来加持，所以今天也是民进党全党提议人，大家说是不是？是。各位好朋友，在明天民进党一定希望用这一次的选战扳回一城，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自从民进党11月26号败选以来，他们说要检讨，东检讨西检讨，但是请问一下，民进党有反省吗？没有。民进党有改革吗？没有。民进党有道歉吗？没有。民进党的检讨洋洋洒洒，但是他告诉大家，蔡英文没有错，苏贞昌没有错，民进党的网军侧翼没有错，这样的检讨叫做检讨吗？不是。所以，
拜托大家，我们用明天的选举来告诉我们的执政党人民的不满和人民的愤怒，大家说好不好？好。今天是守护正义的夜晚，我们不是这一席，不是王宏威一个人的选举，也不是国民党一党的选举，这是一场正义的选举。大家都知道，在我之前，我揭发了林志坚的论文抄袭，但是到现在为止，蔡英文从来没有针对民进党全党挺抄袭、挺说谎来为社会道歉，大家说对不对？对。我跟大家报告，林志坚告我，林志坚告我，到现在都没有撤销。但是王宏威不会害怕，因为只要是对的事情，我们就勇往直前，好不好？好，勇往直前，勇敢，我们一定要勇敢，我们要为了人民勇敢，我们要为了弱势勇敢。各位好朋友，很多人是从台北地方法院那一场成王败寇开始认识王宏威，也有很多人羡慕我说，王宏威，你有一个爱你爱得要死的老公，对不对？对。最近我老公突然成为国民老公了，但是我也要跟大家报告，也有很多人说，王宏威，你怎么会这么勇敢？你面对一个平常这样狂妄、这样嚣张、这样拥有庞大媒体资源的媒体人，你怎么敢跟他怒目相对？我告诉大家，当我看到张淑娟小姐，一个弱势的一个女孩子，只是因为了台北市长选举，为了要抹黑蒋万安，然后这样弱势的女子被欺负、被糟蹋，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应该挺身而出，大家说对不对？对。所以拜托大家，在11月26号的时候，我们已经用选票告诉大家，我们不要再有不正义、不公道的事情。但是到现在，这位媒体人有退出媒体吗？没有。有退出政论节目吗？没有。有退出公共的频道吗？没有。没有。所以跟大家报告，我们要继续的努力。所以明天1月8号，让我们选择正义，让我们为正义而投票，好不好？好。选择正义，全民胜利，对不对？对。王宏威要跟大家报告，王宏威进入立法院之后，我一定会勇敢的揭弊新力。刚才万安市长也说，在我的政见里面，我提出了还税于民，非常谢谢朝野的立委都呼应了这个政策，而我特别感谢我们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也邀请我一起去召开记者会。可是跟大家报告，只是发现金就够了吗？不够。跟大家报告，蔡政府执政6年以来，税收超征高达1.1兆，这是不是一个天文数字？而到现在说要发现金，不过发1400亿，但是告诉你，他们要举债，要继续的借钱来发现金。我想请问，这个天文数字1.1兆，钱花到哪里去了？难道这些钱他们去乱花、滥发、去绑桩、去做豆腐渣工程吗？大家最近看到新竹市，今天新竹市
如果不是政权轮替，我们不知道花了公帑12亿的新竹棒球场竟然是一个大型的废土场，大家可以想象吗？有多少弊端在里面，对不对？对。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报告，王宏威进入立法院之后，我会像高虹安一样，一定会去追查，一定追查我们每一分钱流向了哪里。王宏威一定会为我们所有纳税钱人、纳税人看紧我们的荷包，好不好？好。所以拜托大家，让王宏威进入立法院。第一，王宏威一定会强力的监督；第二，王宏威一定勇敢的为人民发声；第三，王宏威一定会看紧纳税人的荷包，好不好？好。要拜托大家，只有王宏威一个人做不到，做不到。要拜托大家，在最后短短的时间里面，请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在现场的好朋友，现在看电视的好朋友，现在在网络前面的朋友，拜托您帮我想想看，是不是还有几通电话可以打，可以拉票？是不是您还有一些 LINE 的群组可以帮王宏威拉拉票？是不是还有一些你的亲朋好友可以帮王宏威催票？跟大家报告，如果你也像我们一样要守护正义，你也像我们一样希望我们的政府真正听到我们人民的声音，如果你也像我们一样希望我们辛苦的纳税钱不要滥花，不要乱花，不要做豆腐渣工程，拜托大家再继续用最短的时间内帮王宏威催票、拉票、投票，好不好？好。跟大家报告，昨天陈学圣，前立委陈学圣委员，他指出当年他也是立法委员的补选，在选前大家一片看好，一片叫做，但是最后大家支持陈学圣却没有票投陈学圣。所以拜托大家，请大家让王宏威不要叫好不叫座，不要大家支持王宏威却没有票投王宏威。如果这样，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正义，最后我们就会觉得非常遗憾。所以最后拜托拜托，王宏威再一次的感谢大家过去长期以来对王宏威的爱护，拜托大家继续的帮我拉票、投票、催票，让我们赢得明天1月8号的关键胜利，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来，我的未来不是梦，宏威，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我的未来不是梦，王宏威，眼前的我每一刻中，王宏威，我的未来不是梦，王宏威，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希望在动。